ろしい。想找你考，我去找了你太太。李翠若是，我就想知道这个女人，她到底有什么魅力，她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？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煎熬了这么久，这么痛苦，可你还是没有办法跟她分开呢？心雨，你嘛知我甲若斯结婚这么多年啊，今嘛我对伊感情就是亲像亲人共款啊。啊，阮的生活圈、朋友，甚至工课拢掺做伙，啊，真正无法度一个啊就当切个离离离。我一定想办法哦，好好处理，豆豆跟我的关系扯断，安尼才袂让你判了小三的罪名，你知影无？小三又怎么了？我怕别人说我是小三吗？我如果怕这个的话，我当初就不会明知道你是有夫之妇还不管不顾的跟你在一起。太畜生了！我要的就是你这个人，你完完整整的是属于我的，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你就属于我一个人。好了，我知影，我知道你唔惊，是因为你爱我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因为爱我去受到委屈，安尼我会做唔甘的。给我时间处理，我一定跟洛斯离婚。时间吼，我就是真真正正属于你一个人的呀。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没办法等下去了，我没办法煎熬下去的。相信我，花时间处理，我一定做个好。妈，啊，你敢真正袂忝？还是讲要去我房间睏一下中昼的？我若是忝吼，拄只就直接转去厝的啦。我就想讲哦，明珠既然有心要做善事，我就见一下伊的朋友啦。啊，大家斗阵出来，做伙做公益。啊无，你先坐咧休睏一下啦。昨我拄好为病院哦，摕一挂医疗慈善活动的资料，我去摕来予大家做参考。房间内就修了。胡老根看起来明明都是有人因过啊，还是 Robert 又回来过？
好不好啊？你给我时间处理，我以后满意的结果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想讲你提这资料，你提这久，我着入来看卖。好啦，我资料摕着啊，小等下我着敲电话予嫂啊，啊，甲伊讲会当过来啊，行啦。嗯。未有一天的啦，我会赶紧处理好事，不要你受委屈。